加坡的许汉文对上词曲创作人赵志德，谁能抢尽星光期呢？爱我太不争气。外形斯文、歌声清新的许汉文，在新加坡海选中获得评审青睐，就很紧张，然后试着尽量放松。你坐在我身边，可是表情很不自然，聊的话很平凡，却很悲伤。你说你不相信活着就是为了梦想，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。咖啡麻醉不了孤单，只会让心更烫。我都一样，从为梦想而终究要飘荡荡，在你乱的在雨流浪，寻找一个幻想。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也找到你要的靠岸。谢谢许汉文，接下来赵志德演唱张震岳的勇气。在复赛以自创曲崭露头角，拥有多首创作的赵志德能以自身音乐才华技压对手吗？需要一点勇气来跟你说对不起，他一直在你的心中，我还爱上你，知道这样不行，偏偏继续下去，怎么会有结果？是我想太多，没有方向，看不清，在徘徊。我知道，我一定走不开。漫长的路，寂寞的夜，在心里哭泣的夜，你明白吗？只想在你的身边。想在你的身边，你身边说爱你。谢谢，谢谢建宁老师。这两个男生，我觉得比较奇怪是为什么赵同学你先不唱你自己的创作？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去呈现是你的创作的话，我觉得唱别人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并没有让我有一个新的感觉了。说实话，那另外一位同学的许同学，我觉得反倒是你的气质，我觉得非常好，你声音的气质跟你人在唱歌那种moment 那种感觉呈现出来是很吸引人的。谢谢。那要请老师举牌了，你们决定是哪一位选手可以留下来，请举牌，一二三。举牌了，你们决定是哪一位选手可以留下来，请举牌，一二三。有三票是认为两位都该留下来的，那就是两位都获选了。小林老师，你觉得两位都有特色？对，因为一位他有创作实力，但是一位他是整体的分数都很高，所以希望两个都可以进入。哇，此刻心情如何？入选感言，赵同学。很爽。很爽，许同学非常开心，拥抱一下好了，同时入选，难得的缘分，恭喜。接下来